就像举重和健身比赛，一共有40名好手参加，吸引了很多市民前往参观。比赛结果，举重部分，银量级第一名是刘荣昌，五量级第一名尤正安，女量级第一名洪贤虎，轻量级第一名黄虎义，中量级第一名吕祖立，轻量级第一名辛建明，中重级第一名蔡丹雄，重量级第一名李新传。健身部分第一名是陈荣辉，都由大会颁给奖品和奖状鼓励。